画面设计完之后，哈，来看一下那相关的程式哦。你们在那个分享区里面重新整理一下哦，重整一下。你到那个云端硬碟上面也可以看到，我刚有传上去哦，刚刚的画面在这里，05/15这个哈界面部分，那特别注意哦，就照我的方法了，反正就是至少长得跟我一样的话，哦，你就照这样做哈，哎，至少这个画面上面可以看到。哦，OK，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呢，哈，再来就是说呢，我们程式部分的话，哎，程式部分有哪些该撰写？那一样的流程啊，反正就是说，第一个哈，因为我们上面有两个东西，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两个东西要怎么样呢？宣告元件，对不对？然后这两个要连接嘛。那这边有7张图，对不对？那七张图啊，要怎么要把它放在我们程式里面可以运作呢？那一样嘛，就是建立所谓的那个阵列。那阵列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我们建立一个 image 的 ID 的一个阵列。那这个程式撰写，我已经把它先撰写上去哦。那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哈。那宣告的部分的话呢，哎，这个先把它 delete 掉啊。OK，好。那这边的话呢，第一个哈，宣告部分的话，我宣告一个 image view，它名称的话也叫 image view 好了啊。那 gallery 啊，gallery 记得大小写啊。然后这边也是 gallery 的名称啊。不过特别注意哦。当然，你把它打上去，预设是不会有汇入啦，所以你一样把它汇入进来就 OK 了，它会自动帮我们汇入。那再来的话，宣告什么呢？宣告，因为我要七张图嘛，对不对？所以，哦，刚刚看到哦，就是画面上哦，这边有两个东西，然后要连接七张图，所以七张图的话呢，在这里我们建立哈七张图的那个一个阵列哈，这个阵列的话呢。我们给它一个 integer 的一个阵列，那这个 integer 的阵列的话呢，我们里面哈就放七张图，那这个七张图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resource 的 ID 哈，那它的形态也是 int 哈，OK，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七张图放过来了，放过来之后的话呢，这三个就完成了，就是画面上 image view 归这个 gallery 跟那个七张图。第一个部分哈，那再来的话连接，那连接部分的话呢，我们连接，因为画面上会有两个元件，所以呢这边的话呢，我们就连接两个。那这边的话呢，这个名称好像是不是有问题？我点一下看一下。OK，那名称叫 image one，我是不是改过了？那这边我刚有改啊，可是我忘了什么，把它 save，所以记得要把它 save 哈，save。如果你这个地方有星号，表示你还没有 save。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称，我再点一下，点。那因为你 save 过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更新哦，把它点两下。OK，那 find me by ID 找到这个指向给 image view，然后呢 gallery 也是一样，把它指向过来。所以啊，这地方我想应该比较没有问题，就是连接的部分，好，连接部分。那这个部分跟前面是一样的做法。那比较会有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呢，哈，我要怎么样可以把那个resource 里面的图档。把它放到上面 gallery 里面放过来，这个地方就必须用一个什么呢？base adapter，好，不过这个 base adapter 怎么样建立哦？这个我想大部分同学啊，回去如果没有演练的话，应该忘得差不多了。在那个前面那个 preview 里面一样的方法啊，这里的话呢，我们等于就做一个复习，因为 preview 跟 gallery 的这个 base adapter 建立的方法都一样。那其实它的程式码非常的长，如果你用背的话，基本上是。应该是背不太起来，所以我教各位一些什么一些技巧。这个技巧就是说，你只要会懂得一点点 Java 的程式撰写观念，其他的部分都会自动产生。哦，最好是自动产生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啊，程式码这么多，哪可能记得起来？那善用 Eclipse 哦，来帮我们自动产生程式码，它的好处是第一个不用背，第二个怎么样，比较不容易有 bug。不然你自己 key 的话，有些同学还照我的程式码 key。key 之后还是一直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自动产生的，参数名称又会改，那一改你又打跟我一样的东西，结果就会有错误了。好，所以这里的话怎么自动产生？首先的话哈，底下呢，请各位建立一个什么呢？my adapter，那这个 my adapter 是一个类别名称，那这个类别名称呢，目前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哈，你必须要怎么样呢？先打完好了 my adapter，那 my adapter 呢？宣告一个物件名称叫做 adapter，这个 adapter 就是将来要给 preview 呢去做 set adapter，把里面的东西呢放过来的意思。所以呢后面加一个 new 一个什么呢？my adapter 就是在记忆里配置一个这个 my adapter，然后并且要传什么？传 list。那 list 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其实 list 哈就是
list activity 的意思啊，这个list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这个了，就是main activity。好，也就是说呢，我们画面控制的那个 activity 就指的是它。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写完这一段程式之后呢，就必须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因为它侦测到你没有一个类别，它不知道这个类别在哪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在底下建立这个类别。那怎么建立哦？特别注意哦，第一个哦，请注意一下。 在那个最后面一个刮胡的上面，按个 Enter， 在这边，那请你怎么样呢？打上一个类别的名称。这个类别的名称呢，哈，它是 Essence 什么呢 ？Essence Base Adapter， 所以呢，这个地方哈，它的我这边稍微偷懒一下 ，copy 一下好了，这边就把这一串把它打上去。名称的话呢，你可以不用 public 这个地方哈，修饰词可以把它拿掉。它的名称就是 class 哈，记得是小写。 名称就是 my adapter 就是这一个，它 essence 什么呢？它继承是 base adapter， 然后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请你后面呢再给它一个大刮弧 ，OK， 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时候呢因为 my adapter 是继承 base adapter， 那这个 base adapter 它是一个抽象类别，那所谓抽象类别就是说它有四个方法，哦，可是都没有实作。 没有做，那所以继承他的就要去做了，就跟我好像上学有比喻嘛，就是你继承你爸爸的这个遗产，可是呢他跟人家承诺了有四件事情都没做，啊你儿子怎么样就要什么父爸爸承诺的那儿子就要去做嘛，所以这个有点像我要去做四件事，那哪四件事情呢？其实哦。 当然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它有什么 get count， 它有一个 get count，get item，get view 等等的，那有四个。不过如果你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游标放上去，这边会出现什么呢？新增未实作方法，你把它点下去，它自动呢会出现的哈四个有没有？四个方法就是要做 get count，get count 就是你要总共你的图有几张 ，get item 哈项目哈你要取得项目。 然后呢 ，get item 的 ID， 项目的 ID 跟什么呢 ？get view， 那最重要是这个 get view。get view 就是说，我现在哈要把它放在那个 grid view 上面一个小说图，那我必须要把它照出来，再把它放进去。OK， 那这边的话呢，首先会有四个方法我要必须实做。那可是问题来了，接下来哈，它已经照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会有错误了。会有错误的话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后面。 它因为呢要传一个什么呢？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我想，如果你以前有学过 Java 的话，应该都知道所谓的建构子，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你后面有传一个东西有没有？那你必须要有个接的地方，要接，因为它传过来嘛，啊这边要接嘛，就像说我现在丢传球给二垒，二垒要有人在那边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不起来就漏接了，好 ，OK。所以呢，我要怎么样可以丢过来？ 那这边可以接哈，很简单，你就直接游标放上来，它会出现什么？建立 my adapter 建构子，那我就直接点下去，它就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建构子出来了。OK， 就在这边有没有？自动产生一个建构子就在这里。那所谓的建构子哈，其实观念很简单的，名称一定会跟我们的类别名称一模一样，它就直接怎么样丢过来之后，它可以接。可是它接为什么要接呢？因为我将来会造一个什么小说图，那我必须要知道说。 我造完小说图之后，我将来那个小说图要放在哪一个 activity， 要告诉他。如果没有告诉他，他就不知道要放在哪里哈。所以这边的话呢，他就丢过来，丢过来之后的话呢，这个 list 传过来哈，就会是一个 main activity。 那我要接，那要怎么接哈？特别注意，首先的话在上面宣告一个 activity， 好，这个我想跟前面一样哈 ，activity 宣告一个 activity 名称叫 A 好了，好。 那我接下来就是直接接它，接它的话就是 A 等于什么呢？等于传送过来这个 main activity， 好，把它丢过来就可以了。OK， 那透过这个建构子 list 丢过来之后有没有？丢到这边来，那丢过来之后它又接到这边来，对不对？那因为我宣告了一个 activity， 这个类别就可以拥有一个 activity A， 那也就知道说它实际上就是从主要的那个 activity 丢过来，那我们就知道说将来。 我的 view 哈，我的这个 image view 要放在哪里 ？OK， 那就完成了第一个建构子部分。再来的话呢，四个方法我必须要分别把它完成。OK， 那要怎么完成？我们等一下来看哦。所以请各位哈先试试看哦。
刚刚的几个动作了，第一个就是宣告三个东西，连接两个东西，再来什么呢？这个建一个 My Adapter， 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 Java 的物件导向观念，好，很基本的观念。OK， 好，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